没想到城里这么危险。哎呀，我说哥们儿，这小子看起来好像很紧张的样子哦。是啊，又是一顿不错的美餐。你们不要过来，我要喊救命了。啊，救命啊！哎，兔子，快来看呐，有只奇怪的老鼠。哎呀，说不定它是个间谍。那怎么办呢？干翻它，速战速决。欢迎来到地下城，我是地下鼠族的头领。我们正在找像你这样的老鼠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，真是太棒了。你不用奇怪，这是猫博士，是来帮我们的。人类使这座城市被严重污染，他们用来实验的白鼠变异成了生化鼠，生化鼠已经形成了一股邪恶的势力，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存。生化鼠正在做新生态克隆培育，如果成功，他们将会轻易地消灭你们。而你是一只拥有特殊血型的老鼠，你血液中的 DPO 血细胞将会破坏他们用来培育的新生态园艺，从而破坏他们的计划。血细胞离开你身体30秒就没用了，你只有去他们的基地。去基地？我吗？是啊，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就没有选择了。告诉你，生化鼠也在四处找你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会马上安排你出发。这就是阿诺鼠，他将负责保护你。小子，打开左侧双频导航仪，平衡左旋30度，快点，动力系统调到阿尔法状态下飞行。化工厂了，生化鼠的基地就在化工厂里，要多加小心啊！好了，我们加速前进吧。这就是他们的实验基地。
对，我们在他们的生产线上，小心。这是他们的机器警卫，很厉害，我们要当心。准备，跑！
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